所以我阿伟今天跟我介绍啊，玫瑰荔枝我们吃过了，我们吃过一般的黑叶、竹叶黑，还有玉荷包。这次啊，台中的玫瑰荔枝不一样，今天我带进你看一下，真的是玫瑰荔枝，放有玫瑰，怕你不知道。重点是玫瑰荔枝为什么它叫玫瑰荔枝呢？它跟一般荔枝不一样，除了水果啊，除了甜以外，它还有一种特殊的香气，就是玫瑰荔枝该有的味道。来试试看，哦，这次我也没有吃过，以前听过，但真的没吃过。中间有个拉链，它很好的开。我们一样把它撕开，你看哦，哦，有没有很好剥，一剥就开，哦，这玫瑰荔枝好香哦，哎，真的有玫瑰味道哎，哦，淡淡的玫瑰味，但是就好像在喝玫瑰茶一样，哇，玫瑰荔枝，原来荔枝也有玫瑰的香气，这组在夏天荔枝的尾声，红酒水果阿伟诚挚推荐，没吃过玫瑰荔枝吗？一定要值得一试。